我敢打赌，99%的人都做不好这道五花肉白菜炖豆腐，因为你不知道它其中的秘密以及操作流程。今天大牙哥呢，10秒钟教会你。首先呢，把白菜帮着，给它炒至断生，倒出备用。油热下入八角、五花肉，给它炒香。再下入葱姜蒜，炒香。再加13香、蚝油、红烧酱油，继续炒香。炒五花肉是这道菜最关键的一步，一定得炒香的。如果五花肉炒不香，这道菜就直接失败了。然后倒入白菜帮子和叶子，给它炒至断生，加水，下入豆腐，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红烧酱油，下入木耳，然后把木耳和豆腐翻过来炖，再下入粉条，炖个2-3分钟。最后呢，给它加入味精和料油，给它翻炒入味，这不就好了吗？细不细？非常简单呢。抖音。